Hello，大家深夜好啊！就是我玩这个游戏啊，我发现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晚上12点之后这个组织的开奖哈，开奖到底我可以拿到什么样的宝箱？好，因为这个组织挑战可以得到一些不错的装备。好，那我昨天的话，我打了400多万，可以拿到蓝色宝箱。我们来看一下我开到什么东西。哇，不错呢，有西装皮鞋，我缺这个东西。哇，太棒了！我这样就成套了。如果说是体力的，那更好了。对啊，我最期待的就是开这个，因为我现在我有练阿修罗嘛，所以我最需要的就是这个西装套装。如果可以凑起来的话，那么我就可以反伤了哈。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西装套装有什么功能，它就是这个西装的话，就是可以增加20%的反伤，那行动又可以补血，太爽了！我这个西装皮鞋是。我这个西装皮鞋是加血的呢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太棒了！那我这样子，我换一下，我这样子不就可以凑个西装套装了吗？再来是西装长裤替换，然后西装上装，不过这个有其他人在穿，我想一下哦，替换掉，替换替换，哇，OK，我这样子就有西装套装了呢。我看一下我这样数值会不会变很差？我本来写是20万，哇，现在变17万而已。好吧，我再想一下，不要换好了。OK，那就先这样走，大家晚安。